我们听听他送出的第二段表演，是绣春刀。他为魏忠贤，也就是金世杰老师配音。欣赏一下。宗七大人，摘了我这颗脑袋，你们回去也交不了差啊。杀了，我们为何交不了差？忠贤那小子，为何要杀我？是我弱冠满盈。那你就把皇上想简单了。我魏忠贤八年来大权在握，如今树倒猢狲散，别的没剩下，钱我有的是。西北匪患，辽东又有皇太极，皇上缺的是军饷，我的钱就是军饷。拿不到我的钱，你们怎么交差呀？杀了你，你的钱我们自然会带回去。钱不在这里。黄金四百两。你一年的俸禄才几个钱啊？这随便抓一把都是你三十年俸禄啊。让我活，这些都是你的。这钱会要我的命。杀了我，我那些子子孙孙一个个找你们报仇，你们三还有活路吗？这钱拿了是个死，不拿也得死，何不赌一赌啊，沈大人？到位。